八天王在，我是战神 Race。那今天来做开箱惊喜时候到了。跟你讲，永远老样子都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老样子永远就是老样子。好了，看一下道具。干嘛？给他输吗？输了就是自然开吗？不是，输开。哇，输啊！啊，想不到吧？今天定了。QCCP 啊，哎，没有啦，骗你们啦，又是买 V 将系列啊，还有吗？小麦烧没有漏啊 ？OK，V 将后面还开，先开正式先 ，OK， 来开，来第一宝石，哎呦，嘿，嚯，古代我很喜欢的，还有幻想美女，喂，帮助先，这是我之前订了我那个破坏，刚多拉系列，嗯。尤贝尔系列，我收这个蛮特别的，想收一下，可能有用。古代，还有这个，天庭好，还有这个。对，三卡，哦，这个特别，哦，这个尤贝尔系列也是，这个是幻想魔族新的，这是在 game 里面有看过，哦，这个莫良卡，古代，哎，古老老先生，你好。来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幻想魔族的那个 Mula Force。来这边，古代，哎，是岩子，马将 yes 啊，啊，古代，我全部喊把它送古代机械。古代机械，我最喜欢的。呼呼呼，我最喜欢玩古代啊，因为还可以攻陷时候封魔线哦，帅爆，帅，我很喜欢这系列。哦，这个好用啊，古代。安心就给啊！来，最后一把。哦，场地魔法最好用。阿跑，融合，哈哈。Yes， 收完了古代。不过好像不完整，因为还欠那个齿轮卡组啊那些。这就是我的收获啦啊！看，古代可以拿去煮了咯，我可以拿来玩了咯，对付大家。
然后接下来三卡呢，我们看一下，所以这是尤贝尔系列，我差不多是组好了，因为我签他的副卡就是龙头，哦，这个飞将是没有啊。然后这个是莫良的卡，现金卡，我不敢讲这个话，我是怕人家 YouTube sense 到我讲话真的很恐怖，我真的很怕。再来其他三卡咯，嗯，就是这样，听听看我是需要了，哦。哦，这个 OK， 嗯，哦，这个哎，很多人用哎，其实我想买，这个我也是需要啦。好 ，OK， 还有这个还不错，还是效果没有，我忘记了效果。And then 是，哈，幻想魔族啊，嚯，最近 case 啊出幻想魔族，我觉得不错啦，因为。奇美拉有用到，可能我要玩奇美拉系列啦。好了，不是我要看波罗豆，这是飞将树。好了，看来看。书卡在哪里啊？哎，这个是什么？五月份的吧吧吧吧，这是什么什么啊？哦，在这里，是这里吗？啊，不是，都是这边。哦，找到，哦，有 One Piece 哦，还是 UA， 来看，哦 UA， 一张，来，第二张是什么？我怎么会反方向啊？哎呀！哦，这个是什么 ？Cyber Dragon 的本的样子，是什么？古代机械龙，我还机械飞龙啊，那个。啊 ，Dragon Ball 还有，我记得啦，因为我记得还有 Dragon Ball。吼，哇塞，不错哦，这个飞机卡。有兴趣的话可以 PM 我，我可以卖掉这两张啊，这个我要啊，你们不争抢。所以现在就是我开了这些卡了，嗯，对，只是我要啊，这两个。我要卖掉，算是最大费用了，最大费用了，收算是最大开箱了，收我觉得是不错，最近开了 QCCU 啊，最是比较多，还有那个钢多拉系列也是比较多一点。好了，影片到位了，如果你超级超级超级无敌超级无敌，记得按 like 观看，如果你是新观众，请按手机记得小铃铛上方的谢谢，忘记这个五官方式不好，对，这样要你是跟林北讲啦。我就跟他梳一下头发可以，好，没有挑战，好的，我们下，瞧。This thing I can see the light of day, but I can also see the bones decay.